这个地方啊，我记得这是 END 嘛，是不是？NED。然后这个是 NRG。可是这个并不是拿来组合，哎，是哎，啊，装填速度变快了。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老头真的是很母汤。哎，对，我发现我对面的还没有解，这边的是往哪边走啊？留下来中层的下水道往这边可以直接有个捷径，可是我却没有弄，哎呀，哎呀，算了。这边比较麻烦的部分了。Okay, spaces. Oh, 哟，吓一跳！连克雷尔都在 Jesus 了，我能说什么？连他都在Jesus了，干你老是走错边，Oh my gosh！啊！哦，这里啦！原来我已经把它打掉了，所以我不用担心了。我看一下对照图，对照图是不是？哎，对，没错，这个位置。接下来是实验室自助餐，我们要到实验室啊。你是不是故意的？哪里故意啊？这枪法可以，见效了，见效了。其实是我运气好赛到的，好运气好赛到的。那就是电击枪哦。除后患。欸，黄血，黄血还好啊。老头学会神走位，就稍微走一走，大家就知道啦。欸，我是不是少带了什么？国王的是在这里。靠背，我刚刚不才杀掉一只而已吗？你现在意思跟我讲说又来一只吗？你要跳下去会不会被干啊？应该不会吧？哟 ，bitch！哟，别再看到都问哟，我真的觉得那些僵尸哟还蛮好笑的，欸，一点一点也不可怕，反而是一种很好笑的感觉。高压电枪，这把枪会发射连接电线的金属插脚，金属插脚。刺入目标体内，只要一直举着，按住右键，就可以把它电焦。不过，如果透过电线传输太大的能量，就会，特别强调电流之后会烧断。所以说，这是一次性的，没有用过。
好特别的武器哦！看，这也太屌了吧！有没有这个的无限子弹啊？有没有可以玩的吗？有的话一定很爽，绝对很爽。我会学老头神走位，不要乱学，不要乱学，我都花拳绣腿了，真的啦，花拳绣腿啊！花拳绣腿，花拳绣腿。你知道我第一次玩这个，第一次来到这边解谜啊，我在这边卡了一个小时。现在重新解第二次才觉得，哇，怎么这么的简单啊，果然是熟能生巧欸，真的是熟能生巧啊！没得跟你好小的，使用插头开门，结果你又卡一个小时了，哪里有？你看到我出来了吗？哦呦，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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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哎，不要那么凶，不要那么凶，试试看这一招。嗯？放开就没了、哦。哎哎哎哎哎哎！他在那咬什么东西啊？哇哦！差点，差点，差点！幕府，幕府，幕府 ！Run！Oh no！ 我要中毒了，就拔蜡了，爆头！我也要继续开始玩了，加油，加油，加油！用 Pro 电动玩 ，Pro 的话画质会提升，然后读取速度也会变快啊！啊，挺不错的，挺不错的。哎、干什么？吓我一跳！你妈没有爆！我以为他，我以为他死。你妈没有告诉过你不要这样子乱上人家吗？真的是很没礼貌啊！魅力猫，你怎么可以这么的魅力猫呢？哇，冲锋枪子弹用完了、欸，我想说要不要把它换下来了，应该换一下好了。电击枪只要长按可以无限使用，要看中间的剂量条，满了会断掉。那。哦，然后会烧到焦黑死掉嘛？感谢你的答复，干切啊！我懂了。然后这个是拿来装进去的嘛？是给他的啦。然后我没有子弹了，所以这把就先暂时性的封了起来。反正怎么讲，我的武器好。哦东西还蛮多的，不怕，不怕没有，不会交掉吗？那只是暂时性的牵制剂，那就没有什么用啦、啊。这批很纯，又是女生，不太好吧？哎、欸，这个是这主教吗？是不是城堡？国王要放在旁边啦、啊！哎、欸，等一下，我好像放反了。皇后，哎、欸，哎、欸，不一样的哎、欸。国王不能在皇后旁边，这个跟之前解谜不同了，很故意哦。城堡在骑士旁边，
不正对皇后，骑士在这里嘛，然后城堡嘛，然后他讲的、城堡不正对皇后，所以说皇后不能在这里，皇后滚，然后呢，国王不在皇后旁边，但正对骑士，就在末端，并且骑士不在盒子上的标记所指的位置。 我终于知道紫雷的当初说什么了。哎，先拔掉。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五个，全部重来。这个应该是士兵啊。对，他没有讲到士兵嘛，所以士兵直接放上去就好了，不用理他。然后。 国王不在皇后旁边，但是皇后不能正对着。看，脑袋打结，思考一下。我们现在这边有士兵，然后城堡在骑士旁边，骑士插这里看看好了。 然后国王，城堡在骑士旁边，好，我们先暂时这个样子。城堡不能对着皇后，所以说我们皇后放这里是没问题吧？那这里不能放国王，不能靠近国王。国王放这里，哎，是主教啊，这不是国王啊？哎，这是国王吧？对，国王，主教，他们就不会互相触碰到。然后这个。 做交换就好了。OK， 干，他妈的，我揍人了，我揍人了。城堡在骑士旁边，但不正对着皇后。城堡，这是骑士嘛，对不对？城堡在这里嘛，对不对？皇后呢？皇后在这里啊。哎，然后这个是主教啊。 他要讲到主教吗？国王不在皇后旁边，但正对着骑士。好，所以说皇后要对着骑士，骑士在这里。啊，对啊，就在最末端，最末端，并且 change。 皇后在这里，干，整个又打乱了。哎，装错，结束。奇怪，为什么打开了？怎么打开了？ 也太怪了，怎么会这样？算了，打开就打开了，不管那么多了。干，存个档，我要存个打开的档。干，看你。我没有玩西洋棋，我本来就没有玩过西洋棋啊。来来来来来。 等一下，这边会不会直接跟我们的暴君敲敲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应该一模一样，不会变吧？等一下，那边为什么会有一扇门？那个门可以开吗？不行，应该是救完之后出去的路吧？是不是？
会，所以我真的还要跟他打，然后我要被撞飞一次了，我要再被撞飞一次了，实在太棒了，这就是人生，跟以前不一样了，换了是不是？哎，真的不一样了。 这是什么运气啊？我也不知道。Jesus Christ！哦，这次他没有讲 Jesus 了，他讲 shit 了，太好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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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哎，我没有闪光弹哦，很棒。哎，电击枪，电击枪对他有没有用啊？有没有办法牵制他？ 有用的话，我等下射他看看好了。好了，5次了。夹娃娃。哎，你到底要戳几次啊？哦，来了来了来了。我等下对他是电击枪试试看。 Oh my god! 闪光弹，小刀 ，Jesus， 没有用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干，妈妈 mia！ 居然没有用，尸骨一发，哎，等他过来，等他过来，等你跳。Surprise, motherfucker！ 下去喽！巴拉西，烧死你！哎哎哎哎，干什么东西？呼呼呼呼呼呼！ 哦，一呆。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等他跳过来啊，来个大跳跃可不可以？完了，他不吃那一招跳跃技，他不用那一招跳跃技。 真的是逼不得已，没有丢到。噔噔噔噔噔噔噔。哦。哇。 有点尴尬，拜。咱们的这家伙又掉第二次了。 掉第二次了，掉第二次了。I'm so sorry, Sherry. This is taking forever. So sorry. 雪莉等太久了，表示他下线了，不玩了。这边是这里的出口啦。
Claire? Sherry, are you all right? 被感染了。 What are you doing? I'm here to help. 他被感染了。我记得到时候在二代才产生抗体吗？ 雪莉被植入了。 She can't be saved. 他被老爸植入了病毒。 You're her mother. Get in here. You don't understand. William is still out there, and if I don't stop him, this conversation is over. Wait. Wait. I can treat her in my lab. It's not far away. 好，所以我这时候就是去实验室。雪莉要开眼了，万姐。 Million supplies are at stake. Sherry, Mommy loves you, sweetie. 我是只想抱抱。 Goodbye.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 Sherry, don't worry. I will get you whatever you need. Okay? Why are you doing this? Because I care. Thank you, Claire. 嗯，前往实验室。哎、欸，那边有子弹，我没捡嘞、欸。哪里啊，哥哥？没有捡到子弹，有点可惜耶、欸。 垃圾场里面有没有东西可以捡啊？还是算了，反正我们下一个浣熊娃娃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哦。那辆缆车，现在什么事都不能做哎、欸，我们只能用走的走到这边来。Hold on, Sherry. Hold on. You're gonna be fine. 那个钩很棒。 不认真看游戏，都在看这种东西。最后雪莉有被救吗？当然有啊，不然就不会有六代的雪莉了，好不好？一定有的啦，一定是有救到的啊，不然六代的雪莉就不成立了。 You're gonna be just fine. 不会有事的。 Okay, better check everything. There's no turning back. 接下来就无法回头喽。到实验室应该就是没有办法回来了。所以说呢，我们要走了。 Go. 切换。今天应该有办法可以破哦，因为现在才准备要正要九点，速度快一点，一小时内吧。Hey, are you okay? So warm. 好，感谢追随，谢谢，感谢啊。You know it's supposed to be lucky. 该不会我要脱下这样的外套，露的更多，在外面冷冷的这样子打。You were doing just fine without me, so I came along and got you all sorts of trouble. 哼，为了收视率拼了，脱下那个夹克，有吗？ It's for my mom. For my birthday last year. 这条项链我觉得应该是病毒的关键啦。All I really wanted was for her. 你看他眼睛都变成褐色了，要跟他老爸一样了。I know it's
seems like your mom doesn't care, but. Hey. Sherry, come here. Hey, hang in there, okay? Now, arriving at next. 哇，来得及吗？瞬间变成罗拉了，超像的，有没有？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他没有罗拉来得好哎。罗拉近几代脸都崩得跟什么一样。哎，这边居然有仓库哎，不能用。克雷尔红色那一件真的很好看，买了买了。I'm getting you treatment.Just hold on, Sherry. It's okay. 我叫他以为我在看奇怪的东西。我刚刚也是这么想的，还好我戴耳机。记得哦，以后要戴耳机哦。For your safety, stand clear until the doors are fully open. For your safety, stand clear until the doors are fully open. For your safety, stand clear until the doors are fully open. Welcome to Nest. Welcome. 实验室在哪里啊？抱小女孩逛大街。干。这里实验室。把你丢到异次元百宝箱里面。然后我们再从另外一边把它取出来。方便多了。是不是放这里。哦这里啊不好意思啊。我蠢可不可以闭着眼睛以为是色情牌。Alright. 哇 Now what? 这就是克雷尔的身材不错。There's gotta be something here. Antiviral agent. That's it. 抗病毒剂。Hey, Sherry. I gotta go. You stay right here though, okay? I'll be back soon. I promise.Go， 把手环拿走。G 病毒突变的过程，拿到了地图了。水哦，怎么只给一发、啊？小气鬼！我看一下下一个在哪里哦。他这边写说实验室北区实验室自助餐厅。应该可能应该有打过了自助餐厅自助的餐厅子弹缺乏嗯哎、欸、怎么两把刀怎么会两把呢？先这样子好了。电击枪对植物有没有效啊？我好好奇哦。算了，反正我现在空间还很多。不是啊，我那些火药要拿去做别的子弹用的啊，我不想要做成九 mini 啊，九 mini 感觉有点弱弱的啊。你也知道嘛，九迷你的子弹不是很好用啊。哎，感谢雨虫陈雨虫的666，感谢猛叫的666，猛叫猛，有一种猛叫猛，感谢啊感谢啊，马上就看见了，让我送你上西天。哪里啊？非常好。Our menu is designed for your nutritional needs using our. 哎，这个子弹还在哦。It's biological research.
美味的餐点，美味蟹堡。欸，居然美味蟹堡。哇，我的哪里啊？靠北在那里啊？我们来试试看好了啦，刚刚都没有玩过欸，玩一下玩一下。没有用啊，冲到最底。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啊，这真的会死欸，晒呀，浪费我的子弹。我说这边会有一只浣熊娃娃，有啦，打掉了啦。这里的浣熊娃娃打完了之后，午睡室。当你逃离下水道并到达伞形实验室大厅右转，找到一个大厅充满僵尸的自助餐厅，走梯子到右的包房。这个我好像就没有打到的样子欸。啊，这个我知道在哪里，午睡室嘛，了解。午睡室。过热。看起来美味可口呢，吼！有，好多把刀哦，真不知道怎么办，算了。二阶没办法过嘛，去一阶。午休室等二阶再来啦，应该就可以打浣熊娃娃。哦，又送一颗佛心来着。这本来是火焰枪欸，然后变成这样子。哇，专门对付动物用的，你看它整体变成这样子。我有一瞬间觉得我在玩绝命异次元，有没有觉得像绝命异次元？绝命异次元啊！哦，组合啦。天花板跳下来，卡利。哦，利卡，哦，想来多了。欢迎来到午休室。哦，我走错边了。哦，要等电力全部打开，宝宝才会出现。我懂了。我记得以前利卡还会进化，真假的？我把什么声音？什么声音？笑一笑。我把我存两个月的金币全部借给老婆了，因为真的很喜欢。谢谢谢谢，感谢你。可是我就希望，啊，不要全盘托出嘛，好不好？真的留一点给自己。安尼卡好啦，好不好？小心一点。我觉得等一下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尤其是这一堆，感觉挺危险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东西跳下来，对不对？嗯，我们要小心一点。回来了。Dr. Lee, your presence is urgent. Dr. Lee. 居然有26发。
在想要不要换掉了，暂时性换一下好了。手枪子弹，我在想啊，像是这种军用的，不是军用啊，大口径手枪子弹是没有办法合成，对不对？我合这么多到现在都没有发觉它可以合，哎，都没发现可以合，应该是不能吧。对啊，手枪弹药就这样，它只能这种三种合的，没有别的可以合，就是说靠路边捡。老头，你有女友吗？没有的话，我还有机会吗？你没有机会了啦，真的，你没机会了，你没有机会，小三小。In the east area.就先这样子。你是男的啊？抱歉哦，我没办法，我是异性恋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异性恋。哎、欸，他直接在这边给、欸，人也太好了吧？这个也太 nice 了吧？这个应该不会，这边应该不会出事吧？都清理完毕了，应该是不会怎样。这是什么的 ？OSS， 第一个，差点，有了。哔哔！哦，包满了。Oh no！ 干什么东西？我就知道你没死。快点！烂枪！你妈烂枪啊！李伟恩，我的天哪、啊，血到处都是血，到底怎么了？他们全死的。我会拿诺贝尔奖，我是英雄，我是天才，是神，我不会死的，我不，然后就死掉了。默哀，默哀三秒钟。好，谢谢。我们已经拿几个啦、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已经拿了几个了。哦，我这边包包已经拿满了，包包拿满了，可以拿到一个模型，超级没用的模型。我们已经拿了十个了，我们还差三个玩熊娃娃。行哦，这就是左轮，真的装填套慢，超级他妈慢，慢到你怀疑人生。我们来看下一个在哪里啊？第十五个，第十五个在浣熊局长入口侧边。这个玩具只能在完成主要的故事后找到，解锁第二轮角色才办法敲哦。哎，那这时候重开就好啦。
哇，那这样代表我应该艾达那边的浣熊没有打，到时候我去开艾达的那个关卡去打一打好了。这样子我就差三只浣熊了。结束。要帮你查娃娃哪里吗？没有，我这边有攻略啊，我有找攻略啦 ，OK 的啦。佐伦首相还有想要城市猎人，这就是雪莉的手术，这不是雪莉，这是克雷尔，不要搞错了，这是克雷尔的手术。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是包最满的状态了，好爽哦。城市猎人不科学，不科学啊！今天来给他破关算了。这个破关之后，明天啊，明天也有播，明天看要不要播冒险圣歌啊？冒险圣歌，我就觉得那一款游戏还不错啊。因为他现在在 beta 封测哦，应该是可以直播吧？应该是可以的。怎么都是给这种子弹啊？不是很喜欢呢。冲锋枪子弹越给越少了，小气小气鬼。该不会不一样了吧？ That's terrible. 会不会等一下那个柜台密码不同？ Senior staff clearance required for computer access. 我实在很不想用，试试看这个好了啦。哦，有，别。不玩克雷尔表片跟里昂表片哦，应该会吧。只是要再重复一遍了，我来猜密码是不是还一样 ？No！ 哇，不一样啦！我要自己跑去看啦。不一样啊，为什么？抄抄抄，写写写，无同哦。好的。哎，这样发育内阁啊，居然内阁了。应该直接复活，我猜啦。哎、欸，没那么快复活、哦，好不？仙人的教训。哎、欸，刚刚黄小豪，你好，你好，你好。我不想拍，我想用笔记的。
东西也太多了吧。变成 硫酸弹，变成9 mini， 火焰弹没办法合成呢、欸，好讨厌哦！火焰弹也很好，很受用的呢、欸，没办法合成，有点可惜。满满满。伺服器机房有东西吗？对，我有点想要等一下把这边全部解决掉啊。哎，太棒了，太棒了！欸、靠杯啊，不见了，没有奖杯，我怎么知道下一组密码他妈在哪里啊？大哥啊，可以直接开吗？不一样了呢，齁，完全不同了。亮了亮了。嗯，啊，没有跳下来啊。好不，我先来这边看看。哦，终于。原来这里是存档点哦，这么赞，很好很好 ，many good。结果抄完自己看不懂，然后可能想太多了，又是小刀，我就已经快要变成小刀大盘商了，你知道吗？都是小刀啊！哎呀，我家的小刀怎么这么多啊？小心一点，待会忽有庞然大物从天而降，喷下来。就这里吧，真的有哦，没有，是后面僵尸挂的，好，没事，妈送你上西天。哎、欸，所以说我，啊，原来在这里哦，他、啊、居然跑到这边来了、欸，我应该是不会抄错吧。他不会给你转得很靠北之类的，就正面这样子嘛，齁，应该是这样子啦。哦，不会给你们543齁。就他这个跟表篇的篇章的密码差不多，有点雷同。好的，拿了还不能丢，超靠北的，到底是为什么不能丢啊？到底是为什么不能丢 ？Dr. Lee, you have 5 new messages. Dr. Lee, yes.Damn, should have packed my parka. 我容器又还没用好。Dr. Lee， 等一下看一下，没了。好的，我们已经4小时了。看你老是吓一跳，开个门叫三小。
动他妈超慢。那这里的东西就不见了、欸、这边的就不见了。某人的笔记，烧光他们。丽卡怕火，对啊，他怕火啊。用火烧它就对了。回来了，我回来喽。回来喽，终于可以把它放进去了。哇，好多火药啊、哦！那不怕子弹用不完啦、啊。是八四，哪怕子弹用得完啊？是不是？是人都怕火吧？利卡不是人，是怪物啊！他已经变成怪物了。好了，我们接下来已经知道那个密码组了，我们可以再去一次了。只是这边的话，我必须要用一些电击枪。这次他妈一次晋升到两只。哪时候变那么多只啦、啊、他这个火烧待会还是一样会复活吧，跟我当初用火焰枪烧差不多啊。赶快啊，有的开了。哎呀，麻烦的东西啊。进来哦，他们复活咯。进就是进，快就是快。少啰嗦啊，少啰嗦啊。耶，手榴弹，人真好啊。Thank you。捡完了，没烧干净。Manual mode engaged。先下线了 ，OK， 拜拜。Adjust amount of solution to match cartridge capacity。嗯哼，哇，它这高度不一样嘞、欸，高度不同了。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打去！
很久到了吗 ？Go， 有了，大成功！哇，感谢送礼啊，感谢啊！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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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好，麻雀冷却室。冷却是要做，哎 ，B 1机房，走这边安全一点吧。干他妈站起来了！这样不算数啊！哎，你好，你好，你好，嘿，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啊！怎么没看到他、啊？哎、欸，干，他怎么不见了？喂、欸，你怎么出现了？我会死掉，这赛挺好笑的。居然又出现了，想也知道没那么容易。实在很不想塞给他、啊，死吧！你都没用刀砍呢、欸，用刀砍什么啊？不要被抓就很不错了。你以为这一代的用刀砍很轻松吗？而且还有耐久度呢。当然是用最方便的方式啊。没死。关门爆炸好帅。我讲这一代的刀，一般玩家来玩都是用来防身用的，不是给你在那边学以前那边炒菜吗？而且这一代的僵尸突击性比以前的突击性还要强哎、欸，一次还给你冲两次哎、欸。你还在那边给你这样子哦、喔，我跟你讲，你当你这样的时候，他已经先把你抓起来咬一顿了。不信试试看。